那等一下我们找找看有没有张信哲老师的过火哈，等一下来演唱哈这个点歌。接着呢，我带来一首大家没有比较少听过的哈，那这首歌呢也是我在这个期间哈所听到，然后呢重新给他做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有两个曲名，第一个曲名呢叫做《秋意浓》，有没有听过？好，这接下来要秋天，冬天了，冬天了哈。那这首歌有好像另外一个曲名，我来找一下哈，叫做李香兰，啊，它有另外一个曲名，好像粤语的啦哈。那我记得好像是学友老师唱的哈，其中它有这个粤语的版本叫做李香兰，那它中文的版本呢就叫做秋意浓啊。其实这首歌已经算是也蛮久了哈，那我最近有听到，觉得很抒情，好听。来跟大家分享哈，秋意浓，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